道滑冰球预备姿势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技术，是很多冰球比赛中应用到的技术的基础。本技术是原地动作，双脚与胯部同宽，体重平均分配在双脚，上手持球杆，另一只手稍稍抬起，掌心向前，收紧核心肌群，身体略向后倾，身体平衡位于冰刃的平刃处。运动员双脚与胯部同宽，体重平均分配在双脚之上，落脚于冰刀的平刃处，之后向下蹲坐，进入倒滑冰球预备姿势，直至双膝屈曲至足够角度。当到达足够屈膝角度且保持身体姿势时，本动作完成。双脚距离过近或过远，膝盖屈曲不足，核心肌群不够收紧，